是南屋的，给他养鱼嘞，还打他呢。打包带走了，怼错了，还给人家放上了，咋弄？自己怼了吧？外边下了雨了。豆子，大鸡巴，本来都觉得出来了，第二回。行啊，还得在那头。这人家公司不愿意，头儿个在那个大山上，而且上班提着人挑，雇了那么车嘞，要是走了俩人都可难。这个，啊，老杨今天带来了，还没出呢。谁来了？带来了。哈哈，老杨，再见了，老婆。这吃回面咋能少了这酸梅儿？那那那还得给他红酒钱啥的。还是一口酸一口面。我吃的是蒸馍烩面，属于自助起来的，给大家发这个烩面料就是这个。不够烩面，不够外地人吃。这个郑州烩面，适合外地人。外边下着雨。不要烩面，不够油。那一十斤半，那不会干老么长时间？烩面里面放的是豆皮儿、粉尖儿，还得还香啊！那盐不能多少个，我弄多少个。大家堆上沙拉滚呐！就这啥事儿？就有点儿的。看着这汗流浃背，实际上挣的都是辛苦钱，谁也不用羡慕谁。老哥，马云关有钱，咱嫉妒羡慕也没着用，还得自己干，自己不干，钱是大风飘不过来了，是不是朋友们？我们写的那两个单词是，两几分钟了，收多少？不给钱，就是，他这个月收钱少。